消防队员赶来灭火，起火的是云林西螺金农米碾米厂，厂房内大批易燃物品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金农米，金农米啊，已经把米在上，那个米仓，我也在被电话，应该是都有人用因家己的迄个水管内用啊。嘿嘿嘿，啊，伊是第一时间无叫跑火车的咯。 上午8:40，消防队接到报案，碾米厂失火了，赶往抢救。星期天，碾米厂也休息，没有人员受困受伤。不过火势凶猛，旁边还有汽修厂，邻居也很紧张。也会用比较，那边厂那边烟气不够浓了，所以就回那边去救支援站是吧？厂房内火时，熊熊燃烧，户外黑烟，还有空气污染问题。但是现场除了救灾人员，还有民众围观，警方也广播要求离开。 民众啊，不要往这里来，因为这种燃烧起来，这个烟啊，其实也有毒啊。你要保持净空，让我们的消防人员好作业。碾米厂的铁皮厂房被烧到融化塌陷，米仓失火，有多少米被烧了，以及为何假日休息当中会发生火灾，有待调查。TVBS 新闻张崇敏、吴淑萍，云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